怎么做到唱歌不用喉咙？Hello， 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韵倩音乐课堂，我是阿蒙老师。你现在是不是也正在受着用喉咙唱歌的苦恼？不管什么歌，通过你的嘴巴唱出来，就是感觉满满的喉咙味道。比如说，漫威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而且但凡遇到一些中高音，就立刻马上会破音，要么就是变假音。如何才能够去放松我们喉咙的负担，还能够让唱歌可以变得好听呢？来，今天三个小步骤教给你，立马能够解决。首先第一个呀，我们在唱歌之前一定要先来进行一下比较简单的开嗓练声，要放松喉咙和口腔。所以第一步纯颤音我们必须要去练啊。2分钟左右差不太多，而且你还可以把歌曲的旋律带入到我们的纯颤音当中。能够非常好的让我们的气息顺畅起来，还能够去放松喉咙。好，做完纯颤音之后呢，然后第二一步我们需要去找到声音的高位置，其实也就是要把喉咙的力量呢转移走。转到哪呢？最好的话我们可以转到鼻咽腔，所以可以微微的打开口腔发一个有点像蚊子叫的感觉啊，然后呢再往音阶当中去套然后你再去带入旋律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喉咙这个地方的力量已经能够轻松不少了。其实你这个时候去唱歌已经能够解决掉一部分喉咙的力量，但是呢光有鼻腔还不够，所以第三一个练声呢就是我们的乌兹音练习。多少我们还是要带一些胸腔进去，不然的话它听起来会不是很饱满，发一个乌音这样的话声音它听起来才会饱满，而不像只有鼻腔比较的单薄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再往旋律当中去带。这时候呢其实你的喉咙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一个放松，而且力量已经得到了转移，哎，有到胸腔的有到鼻腔的，而且通过纯颤音的一个练习气势也能够得到放松了。这个时候你再去加上歌词，我们来唱一唱。门外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。你看这样的话声音是不是能够变得又集中又饱满，而且还好听，而且喉咙这个地方的力量也能够得到了解放。所以同学明白了吗？那总结一下啊，三个练习，第一个纯颤音先要放松，第二一个哼鸣练习来找到我们的鼻腔，第三一个为了让声音更加的饱满和通透，胸腔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所以同学明白了吗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所有的教学和内容了。同学们如果还有什么其他不懂的或者是想要学习的声乐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告诉我哟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